咱们吃灌汤不？咱们这叫灌辣卷、灌醋不？这两天又忙下去了，热闹嘞，小食堂了。不知哪份得转得到小食堂里头，要不然的话，一赶到中午太阳一晒过来，哪份晒的就受不了。忙些，没有做。这回三天没来，确实做了。哎，我是没来拍拍红肠啥肉，不点那馅儿是吃不开的。那个栗子吧，你看这那个栗子多的，都不用费劲，想吃搁这就拍。啊，这块摊儿看着好。去了你那个原本菜学坏了，回来浪费不了，给鸡吃。可是有的东西，哎，好的房间，一车子头，半车子，爸爸妈妈。放到这儿。你抓把这菜去，来，或者接菜捞就扔不掉，去翻去，你们吃去。反正厂里头的鸡肉跟厂里头的鸡肉就不一样，厂里头的鸡肉那个吃的细。你说这啥多是麻烦，三天跑到我要做饭，兄弟们往来吧。今天没录最新的房，赶紧杀个圆白菜。放点咸盐，还是一勺花椒，弄点鸡精，先把那个馅儿给它喂好，又放菜，这点圆菜，拿老公的米吃。
啥饭呀？包子。嗯，包子。这还好了吗？其实就不掰个指甲，学啥去？人又没切住，没切住，就不指甲拔啥去？这是下午说的。啊，下午说的。这两天房车是不点事，知道的。你是肉铁蛋白混合了吗？我家喝的没奶粉了，接不到了。大伙下个星期是能回来。喂，要这是个危险组织。你到底是不要开车还是开？我错了，你这叫不能扯。哎，今儿这个块儿真能拆，给不给的好多钱。嗯，很好看。王姐玩了，吃包子吧，瘦了三斤。我就得多吃。好几顿没吃饭了，昨天黑夜没吃这些早餐。我正在去减肥。哎，真好。先说个份儿吧。十多饭给你们。挑大了的，是不是？就是这就这一顿早早点饭，那就吃了，那可不能说是早吃不吃，黑夜不吃的，胖的不给我们减肥。热到中年了，上脊椎作用。倒点辣椒汁，哎呀，他们吃灌汤不？咱们这是灌辣椒，灌醋不？完美了。嗯。还想吃一顿咋子？吃起我水灌的。我再吃半个药吧。你说说吃就行了，不要酸也不要软。吃几个别人不知道。有啥好一点？嗯。嗯，真爽。我们那会儿十六七岁时候那会儿吧，真是肥嘛，一多吃三个包子，不煮饭也得吓着了，再不给你吃包子。那可不是个啥呢？大师傅包子两摞包子。没见样的，一个人的车下一摞去。啊，咱大小吃他喽，那可是真吃。那几年那家里头有三个儿四个儿的那哎呀这是那吃酒。